当各位小伙伴还在乐此不疲地谈论非壁咚的时候，陈乔恩已经不甘被动，开始反客为主，发明了凶咚。你壁咚我，我就凶咚你。小明哥就三天两头就要把我壁咚，就是我每天都要被他壁咚个好多次。是他要求的，导演要求的。剧本上说的。对对对，剧本上写的。然后他每次咚我说，我就会下意识的去抓他的手。都逃不开命运争吵。因为他练得很大嘛，我说哇，怎么胸部这么大？如今胸咚也已被广为人知，陈乔恩又在新戏里发明了乙咚。在这里面就是比较强势，比较强势。他任何不听话我就咚他，然后比较没节操一点。做两个很熟的恋人之间会做的一些恶心的事情。所以你在吃完了之后，要迅速的在嘴里加工过之后再。我就一直这样。然后导演，说吻上去，我说等一下还没融化。然后他很坏，他就是说，那我要不要礼尚往来一下？然后其实剧本就应该要卡了嘛，就说哦。不用了，我们就跳下一场。我就说不用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然后导演就不喊咔，然后他就一直咬，一直咬。然后他，我就整个已经躲到了。就是他说他之前拍这个戏，他都没有摁过一个女生，这样打过来的，强吻我，强吻我，两个人脸上都是巧克力。不得不说，陈乔恩真是浪漫的创始人。按照这个进度发展下去，估计各种飞机咚、游轮咚，只是迟早的事儿了。精彩尽在本周四晚21:20，重庆卫视，近距离。